威猛落空。 最后打者张建民呢，面对这148的诉求，遭到了三振，形成力出局。这个就是棒球比赛最好看的了哦，这个硬碰硬的对决。这个位置就有隐忧性，这个位置对打者来讲就很难选，那速度又快。继续打，叫轮到是第七棒的林子涵。